湾，这里是本班机机长曾春燕在驾驶舱所做的广播。今天我们搭载了一批很特别的贵宾，华信航空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共同合作鸟类保育工作，协助空运这些小小贵宾的蛋至台北，由台北市立动物园进行孵化及保育的工作。让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，在台湾也有机会看见夏日金鳞之美。